首先是孙凡琼发球，发球的是接应刘哲宁，发球得分，一传不错，背飞。山东队是全锦赛啊，前段时间全锦赛的亚军。刘哲宁强攻，给孙杰，啊，这个球被拦死了。现在是宋美丽来发球，刘梦雅一传不到位，这球是无功。哇，刚好垫过网啊！杨好球，这球刘哲宁打得非常漂亮。因为打得比较轻松啊，所以我们聊了一些题外话。漂亮，加进来三号位舒志佳也是垫条，刘哲宁强攻，宋美丽防起来，再反击给孙杰，孙杰这一轮反轮四号位强攻，练习在蓝探头吊球，王梦洁接起来，再给，最后杨汉玉来发球，好球，杨汉玉防起来，再给钱静雯后攻，漂亮这个球。